Hello 阿华 ，Hello 胡红茶 ，Hello 小易。晚上好，哎呀，哈喽詹明丽，哈喽爱媛县圣斗士，草莓酱晚安，果果上课还在发动态，被发现了，怕你们不知道我要播呀。谢谢李维。天使晚安，干嘛叫我天使？雨林，雨林晚安，柔君晚安，雨林雨林。大家下班了吗？因为你是天使最可爱的那种安安高雄邱元康雨林你下课了、哦、果果安安雨林安安柔君下课了有没有人还没下课？期末周很早下课，对哈。对呀、啊，下课。雨林，你今天有要播吗？果果是放学八点钟，是的。下班了，熊晚安，六点半，所以雨林你是六点半直播吗？果果很敬业，李威你也太快了吧，你真是真爱。傅伟晚安，微微，柔君也太早下课了吧？想看果果跳舞跟雨林一起的那现在吗？怎么会选字怪怪的？什么意思？谢谢熊分享直播，因为我昨天被果果讨厌，我忘记为什么了。我们昨天怎么了？哎，我忘记我昨天怎么了耶，奇怪。果果今天是上课偷发现实，对呀，被你们发现了。我们是大学哦，大学一点就放下课了。我今天十点多就放学，十点也太早了吧！樱桃猫安安，谢谢熊送我的应援票。噔噔噔，没有，我跟你说氧化我们正常。我真的忘记我们昨天发生什么事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昨天你说到什么？我好像很生气，可是我忘记我什么生气了。
刚刚要说晚上好，结果真的有人晚上十好。狗狗被讲究忘，我是真的忘记了。我只记得我昨天生气李威，然后我忘记为什么要生气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昨天还跟平涵去逛街，不会记错。我说平涵，哦，对啦，你说平涵漂亮。可是你是后来才想讲的、啊，因为香港的中学考完试就放学。哦，真的哦。谢谢西兰分享直播 ，Hello 许久蛋，谢谢傅伟的应援票。所以昨天果果吃醋，臭李维。没有啦，你才没生气，天使不会生气，是吗？阿华，谢谢阿华的薛宝宝。果果还说只理我不理李维，有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我想起来了。谢谢 Black 送我的圣诞袜，你不理我，你叫什么？谢谢 Betty 还有西兰送我的爱心。Hello， 枪酱油一生雅恩推，来放点歌好了。我就不理你，你确定？你不要不理李威，他那么爱你，我又没有理他。你们看我今天立马忘记就知道了，生气成臭李威了，跟臭西西一样。Hello， 宏伟，臭李威。果果那首舞蹈你怎么？我以为花莲很冷，那天我去花莲找雨林的时候，结果雨林穿了大短裤。谢谢郑雨薇送我的100个爱心，你不能叫我臭李薇，我哭给你看。好了，那香李薇可以吗？香李薇，大长腿不经意出场。Hello， 果果推，谢谢爱媛县圣斗士的应援票。我刚才下班到家了，大家都好早下班哟。还是六，他们你们都几点下班呐、啊？下班下课平常。高高依婷晚上好，谢谢柔君的泪咪星星。香李薇，香李薇，李薇李薇李薇，如果我念很快，你也不知道我叫你李薇还是李薇。李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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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点左右，我们都不一定。谢谢傅维，宏伟五点多，谢谢帅源 ，Hello 帅源，谢谢草莓酱。谢谢果果推送我的应援票，谢谢宏伟送我的泪咪星星。其实我平常，我们现在都六点才放学，只不过我没有留下来考试。谢谢露露送我的应援票。你们有没有想听什么歌？我放一点歌好了。谢谢杏仁抹茶送我的应援票。
星期一能看果果 Blue Monday 了不录了。那接下来每一天都不录了。谢谢 KSL1004 送我的应援票。连老师都放弃呆呆代表的果果了，没有没有，我都早上回去考。你要每天直播吗？我明天不行，然后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日都直播好吗？不录了。小华哥晚安。不录了。从今天开始9点到16点有经验值宝箱哦。什么是经验值宝箱？我明天要上课，明天的课不行请假。可是我要看其他人的。什么什么？李维一来就不录了。我是说，哎，为什么要转台？我刚刚讲什么？哦，李维刚刚说，星期一看到我。Blue Monday 都不录了，我都说不录了。其实老师也想看直播，所以放果果回家开直播。那经验值都不是 TPE 开的时间，什么经验值？可是我也有别人的要看，没有关系，我就开我的。你们有空就来看我就好了。最后一个礼拜了，嗯，不录了，不录了。谢谢傅伟，晚餐应该还没吃吧？有哦，我今天难得的有吃，我吃小笼包，小笼包吃很快，我会看一部分。好哦，柔君，李威，你要来看我吗？我播的话，我今天经验值狂升。Hello， 奥利佛昆虫。为什么问是要看你吃东西啊？哦，是啊，你考虑，你怎么可以考虑？李威，今天吃小笼包，想看我吃东西啊？小笼包真好想吃。谢谢超哥，还有奥利佛昆虫送我的赖咪星星，还有雪花。我看，哦，你们想看我吃东西哦？谢谢手滑哥、奥利佛、昆虫、李威，还有优小娜分享直播。果果发育期也小笼包不够，下播记得还要吃哦。阿华真的不够，我现在其实还有点蛮饿的。订番吃货台，我还没吃晚餐。为什么每次跟你们聊吃的，我都好饿哦？大家都还没吃东西，没啦，我一定会看。不过我想研究一下怎么用电脑看双开。李维，你要看谁的？还有点蛮饿的，应该是很饿吧？嗯，真的有点蛮饿的哦。你不是才刚吃吧？小笼包一点点而已，吃不饱啦。只好拿牛肉炒饭出来吃啊，想吃。手哈哥刚睡醒，今天不用上课，还没吃，大家都还没吃。秘密，
李威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谢谢 Poppy 送我的100个爱心。等等，来跟你们聊聊那个，那个。枫糖，晚上好。谢谢枫糖送我的雪花。我周五才上课，但是要上夜班，辛苦了，手滑哥。哎呀，谢谢傅伟送我的100个爱心。哇，什么东西？你的什么东西？我来帮你决定。你们可不可以等我一下？你们等我一下，我想剪成小溪头。啊，成小溪头很短呢。啊！对不起。对，我想拿食物。李威，我等等回来再跟你说。你们等我一下下，等我哦。一直撞到。等我，我很快。我回来了，沙发直播。谢谢阿华还有李威，谢谢李威的雪花，谢谢阿华。李威，你要剪小溪头哦？刚才有人叫你吗？没有啊，有人叫我吗？什么？好久没看果果直播了，好久不见，工藤新一，看到了 Stella， 哪里有 Stella？ 哦，我决定哦，哈，很难呢。真的很难呢。我想想，哈，好难哦。林杰最喜欢 Stella 了，这个要想很久哎。你也要 Stella， 我也要 Stella。我很有决定困难症，剪吧。奥利弗昆虫，你不要乱给决定。我才没有要把它吃掉，可爱。我还有这个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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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是 Stella 很可爱呀，感觉是女生都会有 Stella。哎，我还没帮李维决定完，剪完记得直播。果果刚刚跟林杰直播，我刚刚跟林杰直播，换头像了啦。什么头像？是去东京迪士尼买的吗？我忘记我在哪里买的了。我第一次看的是 Stella， 真的吗？林杰没有来拿出来过吗？我记得林杰好像也有。两个好朋友，李威，你想剪小溪头哦？万一剪了你后悔怎么办？大概要留两年，一年才留得回来耶，超短的。
凝结的是一条被子。哦 ，Hello， 觉得台湾是他们两只很可爱吗？果果决定，我就不会后悔。哈，我没办法了，这太可怕了。谢谢奥利弗昆虫送我的雪花，很难呢。果果捐发给李威啊，我的头发也很短。我自己喜欢长头发了，不过自从我剪这样之后，我已经没有那么排斥短头发。很可爱，但果果比较可爱。谢谢果果捐的，我应该会恭敬的。我的头发都很那个，很烂，是很多那个坏掉的头发。李威难倒果果了，真的难倒了。我以前像我剪了这么短之前，我觉得我一辈子都没办法接受短头发。感觉女生就是要留长头发呀。果果试试大波浪造型，对哈，上次你们才讲过，我忘记了。我明天不对，礼拜三直播，我来那个卷头发。其实我卷过，不过我没有照片。哼哼哼哼哼，哼哼哼哼。达菲的女朋友，她吗？啊，我想起来，她叫什么名字 ？Shelly May， Duffy 的女朋友。Shelly May 可爱。我最近看完《小美好》，就想，可能我不该看的，很难呢。我也好想要剪了。但是我应该不会，我绝对不会剪，因为我剪完一定会马上后悔。大波浪，谢谢付伟送的雪花果果剪，不行啦，我剪短头发一定很可怕。我有一只杰拉托尼，什么是杰拉托尼？画家猫哦，我好像也有画家猫哎，我好像有哎。艾比果果200公分个，会哦。我比较喜欢长发的果果，我只爱 Stella， 这样已经很短了，啊。我喜欢光头的果果。什么？我有想过要剪男生头哎，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件事情？李威，你小心，我下次就去剪光头。没人要理我了，我剪光头之后。我喜欢果果现在的发型，真的吗？雨欣，光头果家头。
好啊，光头戴假发很方便。要拍《飙风再起》了吗？剪光头的话，果果就变 TP 的灯塔了。嗯，我真的有想过要剪个男生头哎。灯塔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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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你会后悔，绝对会。现在是短发，这超短的耶。果果男生头就感觉会变成什么？林杰，哎，林杰，你看我刚刚才讲到你，你最爱的 Stella， 光头就不用像某对双胞胎里的妹妹担心发现，因为最近被拉链洗脑。林杰。哎，对好，我还要给你。果果可以绑双马尾吗？是不是拉链洗脑？双马尾，女王风。偷偷讲过我在练拉链，那我也要来练，一起练拉链。有双马尾吗？这样，对啊，我很常双马尾，期待台爷每个人的拉链。你们发现我按到什么了吗？真的，林杰，双马尾才是日系偶像的王道。你们偷偷霸凌矮人族，是矮人族霸凌我们。中间品还好，中间品还会变成这样哎。丑华哥，我们在等你的拉链。丑华哥也要来拉练一下吗？中间品还会变成这样，
不要破坏这首歌。中间矮人组左右门神，我们要不要门神了？谢谢手滑哥的咻咻蹦，咻咻蹦。林杰，谢谢。三只娃娃陪我，女王送钻戒，林杰，林杰你在跟我告白吗？送我钻戒。NB 系列吗？我也想要 Stella。 林杰你有啦，林杰怎么能送钻戒？总觉得果果台的氛围是梦幻泡泡的感觉，有吗？因为有他们在吗？歌单从思雅那里来的。好哟，谢谢刘雨晴送我的100个爱心。台爷的歌都真棘手，呵呵。47阶，啊，有怀孕路机。刘瑞瑜，谢谢你的100个爱心，还有小树。傅威，谢谢你的1元票。Stella， 我有很多只。喜欢他们。回来了，什么梦幻的画面？你的小偶像是果果啦，等一下果果又要生气气了。对呀，我要生气气哦。寡妇。很烦欸，我送过林杰钻戒了，那你有送我钻戒吗？生气这种事不是不用突然想到的吧？来，我没有突然想到，既然是拉布拉多，兔耳的长度以果果的脸长为单位，你们很坏耶。好啦，谢谢柔君，谢谢杨楠的圣诞节送我的1元票，就是一股脸。你们很坏！哎呀，我按到了。谢谢帅源，
送我的应援票，还有手滑哥送我的，我们结婚吧。点错了，没有关系。宋果果，我好伤心哦。我要点钻戒，那你再点一次钻戒吧。谢谢露露送我的钻戒，还好林姐没看到，搞不好林姐还在哦。谢谢自然系 Yuko 送我的应援票，还有复原送我的应援票。复尾，果然手花哥。我想吃饼干。谢谢手滑哥，火锅罐扮鬼脸。谢谢手滑哥送我的十克拉钻戒。这有没有像屁桃？再度手滑，真的吗？手滑哥。好丑，哈喽艾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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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滑哥正常发挥。谢谢艾送我的啾咪。雨欣你回来了，谢谢手滑哥的贡献咯。谢谢，手滑哥是卖车厢的，哈哈，我觉得 LMV。LM 想多送果，那我要谢谢手滑哥还是 LM？ 李威你点错了吗？手滑哥是卖对讲机的啦。谢谢奥利弗昆虫送我的雪花，什么？我说你送我应援票啊？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李威。我在诗阳台送太多钻戒，所以名字才变亮。刚刚去看雨林一下，林姐，雨林在干嘛？他昨天是不是在做史莱姆？我真心诚意，谢谢李威。还好林杰不在，林杰手滑哥说你坏话。林杰，他在吃晚餐。哦，我也好想吃东西哦。谢谢帅元送的宝箱。B 鸡塞。
林姐看一下那个排行榜，林姐看一下那个排行榜。谢谢帅源，谢谢红包嘛送的雪花，帅源人真好。Aaron 你好。谢谢 Aaron 送我的雪花，是第一名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把手花哥，哈哈，谢谢小树送我的啾咪，好像错过宝箱了，老胡错过宝箱了吗？帅源送我们的宝箱哟，林杰，谢谢你的100个爱心。我刚刚滑到雨林台了，这给你看，李威很坏哎，谢谢 KSL1004 送我的啾咪，不杀不杀不杀，李威超坏的，被卖掉的手滑哥，果果真的一直吃耶，哪有？有吗？我就刚好有点想吃东西，每次直播都是一直吃，我没有啦，我没有每次直播都吃。我再省钱，先省钱，今天只正常吃了三餐。林杰，去家里的冰箱翻零食。果果好像都不太懒得抢宝箱，什么意思？省钱兼减肥，你干嘛减肥？看来果果和林杰不只是八嘎姐妹，还是吃货姐妹。是吃货姐妹，不是八嘎姐妹。林姐要不肥，对呀、啊。要抢宝箱啊！刚刚帅源给我们的宝箱，不要捡了，会太少。对呀、啊，林杰，你是说是不是那个？送你们，请多多吃饭。有了，我有多多吃饭。谢谢林杰送我的深海牡蛎。我好久没吃牡蛎了，很想吃哎！谢谢露露送我的金拱门套餐 ，Hello 佳玉，林杰还有钱耶！对啊，林杰你很有钱耶，最近流行送食物，饿了就谢谢帅源送我的花椰菜头，
花椰菜，大家都送我食物，真好。谢谢鱼心，谢谢鱼心送我的星巴巴，还有草莓酱送我的星巴巴。不要一直花钱啊，林姐，林姐不要乱花钱。林姐乱花钱，可以开吃了。我也想吃，你们送我的东西我都想吃。当当当当当当！为什么我没有金拱门套餐？林姐生气啊！是不是宕机了？谢谢手滑哥送我的拉面，好饿好饿。嘴巴刚好鼓鼓。谢谢超哥，是不是送越多人礼物等级越高？林杰不要难过，我好像也没有十级。谢谢博翰送我的新爸爸，手花哥我也要金拱门套餐，我也想要。林杰要金拱门套餐，我们来送。我嘞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谢谢手滑哥，我要好多金拱门套餐呢、哦。谢谢手滑哥，果果表示我还有点饿，果果一直都很饿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李威给你听小美好的歌，会不会害你更想剪短头发？哈哈哈哈，林姐套餐，谢谢 Ken 送我的一个杯碗，谢谢雨林君救国团 Jack， 谢谢 Jack 送我的圣诞袜。果果看了金拱门套餐应该要饿了。对呀、啊。果果怎么也有大舌头了？有吗？李威，谢谢你的应援票。李威，你会不会更想要剪头发了？
果果说要金拱门，他要参考你。小树，我喜欢你打篮球，每个瞬间都很闪耀。我喜欢你长高，心每个音符都很美妙。我喜欢你陪我看书分心，看我就像梦三夜游戏，我陪着你走。偶尔心情感冒发烧，你是天的在等你选。哇，我还没决定好哦，你可以剪，但不要剪那么短，这样好不好？可能你要等到明年了。突然觉得阿伯博士，博士阿国博士，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，有吗？为什么不好？年纪不到，怎么年纪不到？晚上好。摸摸竹儿，喜欢你一根诚心要难以放假，我就喜欢你，你陪我去找，我喜欢你。因为我只想剪那个头，你就剪，不然你剪跟我一样好了，这样可以吗？你不要剪这样短啦，很短的，你后悔怎么办？这样超短的，嘿嘿，小气头。那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，狗狗我去巴塞尔，好哟，你要回来哦。Ride or die, baby。狗狗大直播，我真的还没决定好，太难了。这样子剪上很短，你以为你知道多短吗？超短欸，超级短欸。你决定我那不会好好好，可是真的很短欸，我觉得我没有勇气，好像是我要剪一样，这很难决定，太难决定了。谢谢亲友送我的雪花，发型决定一切，果果无法轻易决定。对呀，真的很难，你知道多难吗？哎呀，我又按到了。你问你现在的头发多长？到哪边？跟我一样吗？还是这边？哪边？头发会越剪越短，最后就回不去。果果会不会我剪你下次再不出碗？不会不会。需要勇气的话，唱一首《勇气》吧。到腰上面，好，好长哦。腰上面一点点，是这边上面。啊，小气头真的很短呢。你一次剪那么，这样你的头发就没了，超多哎。我一直按到。你考虑的像我要去结婚一样，剪头发你剪这样短，你要留超级久哎。我是宇宙超级美少女。哇，好长。
和我之前差不多。学校法纪啊，学校还有法纪啊。我是已经在纽约结婚的 super bartender。李文，你这样剪真的很短呢，就是超短的。下三公，那你剪，你剪过，李文，你剪过这边吗？剪头发需要勇气，剪头发真的要很大的勇气耶。我学车的时候也有剪那么短，我大学考大考前都会剪很短。我们之间下两个拳头以内，那蛮长的啊，柔君。以前我们国中有法镜，也是清汤挂面头。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，我剪头发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哎，超级可怕，哎，真的很可怕。剪头发需要勇气，我宁愿吹到流汗，我也不要剪短头发。七等了，云星加油！还好你没早出生十年，可是要我一次剪那么多，我很难。对哈，真的很难过。所有高中，我还想再剪，但我真的不敢剪。我再剪一点好不好？紧张着。剪，不要，不要，我剪这样一点点都要犹豫很久了。真的很可怕耶。好，现在头发比果果再长一点而已。柔君，那你想要留回来吗？那个广告感觉好好看哦。现在不敢去剪，我也不想。我之前会这么大勇气去剪，是因为我的发尾都坏掉了。暑假的时候，
一口气剪到极尖，天哪！祝你上天留着蜻蜓。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的发尾都坏掉了，我才下定决心去剪的，但我也不知道我会剪这么短。女生都这样，长头发想剪短，短头发又想留长头发。折射的光影。啊！而你低头才醒。我的头发也坏掉了，漂了三次，染了好多次。李玟，那你现在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啊？眼下风铃，越往自己回忆是一行行无足天界的风景，爱是旧年轻，可是声响机头太短了。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，品涵，品涵来，我要认真唱。谢谢 Jack 还有品涵送我的铃铛跟蔷薇花冠，品涵来了，品涵，品涵今天又美，哼，呵呵。谢谢品涵的圣诞袜，品涵氪金了。爱在过期，缘分不停，谁在担心？飘到新雨家。滴落的雨滴，惊吓着伤心，凄美而动听。而我听见下捡很多宝箱，对呀、啊，品涵捡很多宝箱。谢谢樱桃猫送的新包包。谢平安石油王哦，谢谢杨杰送的，今天宝箱达人平安，平安真的很厉害。再度坚定，谢谢杨杰，谢谢 Jack 送我的圣诞帽，林杰默默抢到58块，林杰。姚君没抢到，被发现，五十八超多的，林杰你真的很厉害。我想看了沉默。
李威 OT 爆发。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把孤独的再唱错。不要害怕失眠，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失忆。赞赞果果放了周的歌，我只爱周的歌。最后想要知道存钱等你们第一张单曲并专辑和剧场。谢谢果果推送我的应援票。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拥抱变成永远，在我的回忆里不用害怕失眠，而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。谢谢 Apple 送的赖咪星星，期待剧场初日。期待剧场，我也期待。那我也要从现在开始存钱。想说什么公益？如果能让我重新再来一次，我希望我不曾出现在你。李维，你为什么跑掉了？哎呀喂呀！等等来跟你们聊聊这礼拜的主题。我又按到了，我按爱心按到拉出去，辛苦了李威，按爱心。有没有空找一个给我？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。也许世界是一种煎熬，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。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？ T
跳，最终铃声响起或手牵手公演。最爱了 Kiss 公演，赞赞，期待。虽然不爽曲子难度很高，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，看不见你的笑，我怎么睡得着。如果第一场是 case， 我真的无遗憾了。你的地球太阳还是会绕，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，很早离开，我知道很简单。大剑晚安。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，就算放开，但能不能连我手我怎么睡得着。你我要考试了，加油。谢谢低调路过送我的雪宝宝，不开心，加油加油。我也不喜欢考试，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。加油加油，要考什么试啊？期末考吗？当作我最后才明白，我更不喜欢考试。加油加油，期末考考完就可以放假了。我这周考跳舞，然后我舞还没编完，根本不会。林威加油加油，你一定会跳好，赶快编完舞。下了你走了，清楚了我爱的一生了，落叶飘在湖面上睡着了。到今天期末考到结束，准备放寒假，恭喜恭喜，我还有两个礼拜才可以放寒假。我假装过去不重要，却发现自己办不到，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。我想不到动作，我连幸运饼干的擦香水都编进去。李威加油。口红带着左脚，因你我找不到。大学跟国中是不一样的。说了再见，才发现再也见不到。能不能就这样忍着痛泪？
我现在不想考试。加油！我们一起加油！大健要放假了吗？大健要放假了吗？加油加油加油，我也要加油。是国高中考试吗？国国会考也要加，我会加油。国小真的假的？加油！说了再见，才发现再也见不到。我不能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。国小，好小哦！加油，加油！要先有四次模拟考，国小就在看直播，我哥小孩在玩风之谷。谢谢工藤新一，我会加油。一国国国小生还有玩摩尔庄园的吗？我国小的时候有玩。我国小都玩跑跑。什么是跑跑？可以救我吗？怎么救？啊，我国小也有玩摩尔，我也有玩。在野人二那个时候。我差点买超拉。什么是超拉？超级拉姆，好好好，我好像有点印象。跑跑卡丁车好熟哦，我好像都有玩过，可是我有点忘了。李威刚刚说的是这个吗？好吧，现在国小生是不是在玩传说？传说，谢谢狐狸司机，我大学也在玩传说，李威也玩传说，我也玩传说，我也是那个游戏宝宝，游戏宝宝是我。可以上复，什么是复播？希望可以巧遇果果，果果是雷，果果很雷。任天堂，林姐，林姐。妈妈说的话要记得，做女孩要矜持，不要说你像她。
要死缠烂打，我一直都很听话，我从来都不害怕分手还留下，随便你打或闹，早晚挂念电话，直到我遇见了他。吃饱了吗？睡醒了吗？吃完了吗？睡着了吗？在忙吗？无聊吗？想我了吗？你爱我还是你吗？如果跟果果同的，一定正常保你一个。谢谢林威。果果都乱跑乱冲哎，你还可以保护我们吗？两个美女动画，我没什么在玩手游。小树，林姐好萌，到处跑。小树也到处跑。小树在乱，一直乱跑。荒野行动，什么是荒野行动？你怎么还不接电话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好了，不跑了，就要待在果果台了。好啊，那你不可以跑掉哦，不可以骗我。荒野行动是吃鸡扫鸡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过，好玩吗？原来李维也爱玩手游。神魔，什么是神魔？好熟悉哦。什么是我高中的游戏？好像有听过这个，那个有卡的那个吗？打游戏长大。可是我小时候也很爱玩那种电脑的游戏之类的，但是那个手机只要那个电脑只要一被我碰到，就会一定会宕机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要一碰那个电脑，它就会宕机。那我妈妈就不给我玩了。神魔之塔转珠游戏，高中的时候每个男生都在玩转珠游戏。 Hello 手滑哥，还不懂什么是爱，点点的笑。手滑哥，你不是说你要回来吗？你好像没有说耶。果果是电脑杀手，没有错，嘻嘻嘻。114号结拜碰到电脑，电机就会坏掉。你还没回来，那你可以回来了吗？叫国妈买新电，等你一下，要回来哦。我也是不跑的，待在国美美水。好啊，不跑了哟。我愿意帮果果煮电脑，谢谢小树。那你大概每天都会要帮我修电脑。修，我可以帮你拆电的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拆。
实我有一个好想法准备打算留到十年以后再跟你说。今天有拉链，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，难过想给你肩膀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。在短短几个礼拜，发现因为你不在。你这还喜欢听宠爱？我那天听到，然后我就很喜欢。我要抢宝，果果都不唱，要不小心滑。不要不要，我唱，我刚刚有唱过，没有，我刚刚有放，可是，惨了，我要死人了，果果 OK， 哪个依婷？你依婷吗？你喜欢那三个小孩？最近有点点喜欢，好帅，耶！我抢到了，谢谢奥利弗昆虫。这算不算不算爱？我还搞不明白。啊！我又按掉了，一直不小心按掉。谢谢奥利弗昆虫。我为果果双开，谢谢奥利弗。果果见过他们三个两次，什么？八七一挺，谢谢露露还有狐狸司机送我的应援票。一挺是我的好朋友哎。小树还在吗？我好想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不算爱？我立马回来。好的。有一道光。我见过他们三个两次，其中一个生日。哦，我想说我又没有见过他们。你为什么有见过他们？我也想要。要唱了吗？我卫生纸准备好了。哪一首？Waluki 吗？为什么要准备卫生纸？会流鼻血，可是我还没有练好哎，我从他们刚出道就开始追，以为真厉害。那我唱看，唱不好要原谅我。等一下，再一次。
唱不好侧名而已，那我还是不要唱好了哈。我练好再给你，我练好再唱给你们听嘛，拜托，拜托。不要转台。不错不错，唱，我真的还没有练好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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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等我，等我，谢谢李威。为什么不一样？我确定果果跟三星产品不熟，等我啦！为什么？但是刚刚那个是，这个不是，我放的，这个好像听得比较清楚。我忘记怎么复制了，我需要救援啊！哈哈，雨欣你回来了，还是要放天气的。谢谢阿利佛昆虫，大俊你等我，你等我，我会把它练好。谢谢杨楠的圣诞节送我雪宝宝。宁杰还在吗？可以现在练习啊。好。啊，我害羞、哦。果果，你还没讲你原本说要说主题。对呀，题目不是主题。上礼拜三个一遍是吗？我上礼拜有讲啦，我昨天一个雨林一起讲的。我也金鱼。
次等我练好了。主播吃晚餐了吗？还吃了。果果撒娇就下次唱，怎么撒娇？那下次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让我下次唱，练好唱给你们听。只剩半小时能唱，没有关系。拜托，谢谢剑圈送我的雪花。明天就下次啊！谢谢大剑，我要来讲这次的那个的啦。我要来那个咯，这次的题目是来回顾这。好的，大剑，拜拜，你要回来哦。我要开始讲咯。雨林台三台联播，真的哦，好想看哦。好了，你回来了，大剑。好，你为我继续讲。这次呢，我在讲哎，你们走掉，我讲给谁听啊？我想说，你怎么看几秒而已。那我还要不要讲啊？李威啊，你看完了？大姐，李威只看几秒一样。咦，我讲什么？我说李威只看几秒而已。一要讲就闪退。嗯，我讲咯，讲吧讲吧，就是呢，我来跟你们大家说这一次的，跟你们大家回顾这一路走来我学会的事情，还有，对，就是我学会的事情，还有懂得什么道理，还有自己最需要加强的地方之类的。我觉得这两年来我学会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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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东西的。像是我刚进来的时候其实超级不会跳舞的，你们应该不知道我很不会跳舞，还是其实你们也知道我很不会跳舞。我就跳的没有很好啊，就是动作都会慢半拍之类的，然后
动作都会慢半拍，不然就是跳舞都是卡卡的。我不会哭啦，我只是来跟你们分享我这次这个甄选活动学到的东西。石原，你不知道哎？你怎么不知道？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我那时候跳舞的时候跳很丑啊，而且那个跳 Fortune Cookie 的时候，这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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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会跟我的手的头还会转同一边呢，我会变成这样，然后比我好看，哈哈哈。我们都有进步啊，跳舞，我觉得啦。我觉得我现在跳的比以前还要好呢。然后我觉得我非常需要，超级需要加强的地方呢，就是我的那个记性太差了，还有不要讲话讲到一半。谢谢思源送我的雪宝宝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没办法加强。我可以，那不要忘东忘西，可以加强了。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东西，不要每次都出去的时候，不要每次都忘记自己的东西放在哪里之类的。这样会造成人家的麻烦。像那时候在日本，我好像不小心任人功力有加强了，任人功力也有要加强。然后我认识品涵之后啊，就觉得说，我觉得品涵超努力的，然后我也要，就是更努力。为什么没有人理我？我很认真在讲哎。你在日本有忘东西？好像有忘东西，差一点忘东西啦。思源，陈思源，你今天有上班吗？谢谢建轩的雪花。谢谢李威的赖蜜星星，有要下班的，那你要等一下可以陪我去吃饭吗？你可以陪我去吃饭吗？我想要跟你吃饭呢，果果可能差点把自己忘，差点忘记把自己带回来。没有没有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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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哼哼哼哼哼，好。思源，你觉得我要什么地方需要改进？思源，我放点歌好沙老师的杯杯，这个什么 Kono Sensei 是这样子念吗？我最近记性也很差，也常常忘记同学叫李威，你最好啦，忘记同学的名字。对，我有时候太常就是搞不清楚状况了，就是要进入状况。
文化就是这样才的。不行不行，我要改进。哎呦喂！诗雅是不是也在直播？你讲话不能讲一半。对，我讲话不能讲一半，我要继续。好。コロ先生是这样念对不对？我还没。コロ先生，我有看呢、欸。我继续讲，不然李威要骂我了。对啊，我是你们的大家的小太阳。小太阳。你们觉得2017能代表我的字是什么？没有呆哦，没有呆这个，不行用呆，要想别的。怎么我要骂你？我无辜。你每次都说我讲话讲一半。好了，我继续讲。哪有？萌。怎么腔？你把2017代表这场，嘿，李威，李威很坏。不是要继续讲是？对哈，我说，我自己觉得了。我2017的代表字是善良，可以吗？这个和这个可以吗？善良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啦？为什么？思源为什么？建勋说可以，那不是字，但那不是字。思源为什么不可以？你要不是只有2017才善良啊？那我一直保持善良，这样可以吗？爱思源，思源撩妹，思源撩果果，可以，我会一直善良。2017的代表学起来。好，很好。我们真的要去吃饭哦。我穿我的新买鞋鞋出去找你吃饭。好啦，我发表完了。念零杰氪金居然第二，爱零杰。为了你掏空口袋。你只是想穿你新买的鞋才找我吃饭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是想找你吃饭。是你跟我说我要常穿它的耶。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吗？
女孩，我看你受一样的伤害，学会溺爱。你真正要的爱，会哦。对好，好像下雨哎，我还是不要穿好了，一穿出去就脏了。人鱼上山下海，为了你掏空口袋，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。哎呦，我又按到下雨，你的鞋会烂掉，我也这样觉得。谢谢李维的应援票，还有雪花。我救了你的鞋，谢谢露露，拯救我的鞋。52分了，我要先念排名吗？还是55分念？等一下吃欢乐送，什么欢乐？我等等要去。明天不会开，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日都会开。谢谢小树，还不想出吧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好，明天可以去看别人的赞赞。那我不要开好了，这样你就可以每天去看别人的了，这样好不好 ？Hello， 大姐，明天看林姐。谢谢大姐送我的赖米星星，李威，李威叫我礼拜三四五六日都不要开呀、啊，大家，李威，你们看李威啦。你们看他这礼拜感觉没黑，最后一个礼拜了啊，不知道之后还能不能再开。我先念排名哦，今天的第一名是手滑哥，谢谢手滑哥。第二名是林杰，林杰谢谢。第三名是帅源，第四名是雨林军救国团 Jack， 第五名是李维，第六名是奥利佛昆虫，第七名是露露，第八名是果果推，第九名是傅维，第十名是品涵，第十一名是 Ice， 十二名是博汉，十三名是超哥，十四名是真真，十五名是于西英，十六名是红包马，是这样念吗？我还是不会念。第十七名是 Ken， 第十八名是小树，十九名是建轩，二十名是 KSL 一零零四，二十一名是 Aaron， 二十二名是爱媛线圣斗士，二十三名是阿华。24名是草莓酱，25名是熊，26名是杏仁抹茶，27名是宏伟，28名是哎呀按到了，28名是 Black， 29名是杨楠的圣诞节，30名是自然系 Yuko， 31名是樱桃猫，32名是青药。我刚念到哪？我刚刚念什么啊？33名是大剑，34名是 Key， 35名是 Rojin， 36名是风糖，37名是 Shy， 38名是蜻蜓，39名是 Apple，
好了，我念完了。那我不开了，要开始借 Life Me。你们都不想要我开哦。我哭哭。你们真的不想看我开吗？你们真的不想看我开哦。我开了，你们会看我吗？我怎么觉得你讲得很不甘心不甘情不愿啊，李威。好啦，那我开我开我开，最后一个礼拜了。啊我把美机关掉，太可怕了。对哈，起码上了再关，跟林音联播，以为只是傲娇。58分了，套用 PTT 接受任的图共勉之。超爱果果的啦，只是没有表现给你。不相信，哼！好香哦！我的邻居在煮饭，好饿。啊，大家有没有吃晚餐了？我都在我脸书有些文章每天告白你。好啦。好害羞，不太好看，因为荧幕三个人感觉很小，挤挤的。我也要去告白果果，谢谢小树。阿果晚安，下次见，下次见大家。后天解答虽然只能看30分，辛苦了建轩。大家晚安，果果，不是果果晚安，小树晚安，露露晚安，索华哥，你这样子不优秀，我都要拜拜了，你才回来。柴思远，柴思远，我们要吃饭哦，我等等就打给你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Be my love。快去吃饭吧，大家也快去吃饭。你没有骗我吧？初次见面你好，我要说拜拜了。小华哥晚安，你今天是第一名耶，我刚刚念排名你没有听到，谢谢你。我的哎呀，8点了，拜拜，晚安。